结构。Thank you.
常务会议判定是执行业务不得伤害，但李桂林凭着医师专业鉴定报告向台电求偿，台电却说什么也不承认。李先生啊，在接受我们公司的流离辐射复读之前，罹患有慢性原发性白血球减少症，这个疾病的来源并不是我本身的，而是外来的，所以他把原发性改成自发性，诊断成有15名的关键的数据，基本上王医师的诊断症状都看不到，他们都根本没有这个什么，确实是对的。
应该是高架。
好。查官，查官，保温，保温。我来上面讲话。